贝克汉，幼二，在餐厅开心和女儿二名幼子拍照。翻摄自维多利亚贝克汉 IG， 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。英国足球金童大卫贝克汉 David Beckham 昨欢度43岁生日，老婆维多利亚率先在 IG 上传女儿哈珀朗读生日卡片段，这让贝克汉感动不已。不过令他更惊喜的还有一个人，维多利亚昨天祝老公贝克汉生日快乐，后来二名幼子和哈珀也笑开怀和老爸拍合照，不过却没看到大儿子布鲁克林身影。当场维多利亚告诉贝克汉，布鲁克林也很想念你。这些话让贝克汉显得有些落寞。布鲁克林又意外现身抱住老爸，贝克汉当场惊喜泪崩。翻摄自维多利亚贝克汉 IG， 一家人当时选在一家知名餐厅庆生，维多利亚话刚说完，布鲁克林从门口笑脸迎人意外现身，还从贝克汉背后拥抱老爸。贝克汉看到好久不见的大儿子，惊喜说不出话来，父子俩紧紧拥抱许久，贝克汉一度泪崩，最后才破涕为笑说，这是生日最好的惊喜，因为大儿子回来了。